你睡了好几天了，是时候该醒了吧？从你救他那一瞬间开始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爱他。但我想跟你说，我也很喜欢。 虽然我没有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但我会慢慢证明给他看，我爱上了他。起来吧，起来之后我们公平竞争，我不会在你醒之前就向他表白。 这样你会看不起我，兄弟，我等你。 外面呢，阳光灿烂，屋里呢，其乐融融，各位紧接着精英都在，一看就是个好日子，是吧？能够让我贝小帅在这说两句。今天主要是吉喜临门，一，孙为死；二，四海贸易倒了；三，韩队康复了；四，沙场赚了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。那我代表我们老百姓呢，今天给韩队送上一束花，希望韩队能够早日康复。 还有呢，对各位警察同志们说一声，你们真的是辛苦。谢谢。哎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大家还带来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。那，下面有请我们的李总为大家带来一支舞蹈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李总，你以前是跳舞的是吧？谁跟你说我以前学跳舞的？啊，那唱个歌。干嘛你？ 谢谢李总，鼓掌。既然刚刚小帅也说了，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那我就给大家唱。我爱我的家，有你有他，小小的屋檐下，叽叽喳喳。王子，能不能换一首吗？王子，文贤的身体恢复的不错，过两天就能出院了。真的？真的？ 到时候我带他出去旅行结婚，带他好好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胡警官，金国哥，你们俩我去看看韩警官。嗯。
山同志，这张卡是在江南西路办的，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使用记录。这个地方有没有摄像头啊？这个还得您自己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刚才跟韩静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是吗？胡警官，醒来吧。等你起来，我们一起公平竞争。我不会在你醒之前就向他表白，这样你会看不起我。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来帮郭大爷充值。那我走了。要跟我说什么？不，这我真笨。哎，卡。哎，充值。光子，人家小胡警官说你笨，要我说呀，你真的就是笨。你呀，喜欢人家，小胡警官也喜欢你，我都知道。人家小胡警官就等着你先开口呢。我知道啊，韩队长也喜欢他，这次啊还为他挡了枪，你要是再不主动点儿，没准儿啊，小胡警官就和韩进走到一起了。所以啊，你赶紧加把劲儿，把窗户纸捅破了。我明白，郭大爷，我已经跟韩进说过了，等他伤好些了，我们就一起找胡蓉表白，放心吧。公平竞争啊，也挺好的。那你们有没有说好什么时候去表白呀？韩金约我明天表白。明天就去？这么快？要不然我陪你去，给你加加油助助威。不要不要。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怕你心里没底。那你想好了怎么跟小胡表白了吗？我也正在发愁呢，郭大爷。